个都是我要的，我要刚好我要是这两个。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一天，就是周六晚上，就是想说没有要吃烤肉，那我就来吃咸酥鸡。一个 granola 的牌子，对，好像在韩国当地最近还蛮有人气的，然后只是我代购的时候都找不到，然后刚好看到就是有人在帮忙卖，所以我就赶快下单。好，那一个是原味的，一个是可可的，因为我早餐有时候都会吃希腊优格，应该是明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再跟大家讲。Thank you.
的，刚刚临时去 Costco 补货了一下，终于买到我平常最爱吃的香蒜酱，然后还有今天想吃牛排，应该说最近了，然后今晚会吃是牛小排，所以就去好市都买，就顺便买了鸡肉卷跟这个，就是那个蒜盐，蛮多人推荐的。那现在有点时间，我就来分装一下牛排。好险今天有买到，这个就是我原本预计今天就是来夜市会顺便买，然后出门前的时候看到它就是 Google 上面写已经关了，然后想说啊好可惜，然后后来我就先去买东西，然后买完东西想说去确认一下，就发现它还开着，好开心啊。好，加然后这次我换了两种新的口味，这个是这是柚子的，然后这个是青柠，对，好难念。好，我有闻过，然后都还不错，跟上次那个海盐的差不多，就是都是算清香类的。然后这次先用这个好。好香啊！所以就决定买。
家看完电影了。这是什么？天哪！怎么说到这个？